持续锁定十点不一样，我是秦林谦。TVBS 最新民调，国民党政党支持度首度跌破30%以下，这样2020不分区可能只剩十席，吴敦义必谈这个话题。朱立伦刚接下韩国瑜全国竞总主委，就快速的打出战术。立委选战现在传出有一份蓝营内部民调说，国民党只有四个选区领先，现在是民党长期非常习惯用假民调去操作选举，去带风向球。继续来看韩国瑜公开呼吁大家一起找卡神杨慧如说服他出来当污点证人，而且三问总统蔡英文到底知不知道国家资源杨网军这件事，不要支支吾吾说不认识杨慧如。而高雄在21号会各有一场挺韩跟罢韩的大游行，韩国瑜今天就特别开记者会为挺韩游行宣传，还先酸对手不要用游览车跟发双主菜便当在外县市的民众来罢韩。另外，被国民党立委陈一鸣掀帽子的保六陈姓女警，这回是以证人身份遭到北检传唤。她供称说，事发当时她有表明自己是警察的身份，却还是被陈一鸣推挤，后续引发的争议更影响她的生活。好，继续呢，十点不一样的国际新闻，带您来关注的就是曾经拿下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国务资政翁山苏姬，今天却在国际法庭为屠杀罗兴亚人出庭应讯。而翁山苏姬他坚决的认为缅甸军方没有错，辩称是扫荡恐怖分子。那么有分析家就指出了，翁山苏姬亲自出庭的目的就是在为明年的大选铺路，迎合缅甸民众普遍仇视罗兴亚人的主流民意。再来看的是阿富汗战争，堪称是美国史上打了最长的一战，已经打了18年。不过现在华盛顿邮报却大爆料说，美军在阿富汗其实是彻底失败的。这18年来是美国政府刻意误导民众，营造出胜利的假象。而18年来烧掉了1兆美元，还死了多达2400名的美国士兵，这些都没有讲。好，镜头转回国内选战的话题，先带您来看的是最近韩国瑜的这件 H 战袍非常夯哦，询问电话非常的踊跃，目前呢只先订做1000件而已，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说能够赶快加订。事实上，韩国瑜在最后倒数的一个多月呢是力拼选情逆转，那么让朱立伦出马负责整合，那么由他跟张善政加上朱立伦合成钻石三角。而民进党跟第三势力小党接下来将酝酿操作下架吴思怀，产生分裂投票，不过学者认为效果恐怕有限。好，从过去的选举结果来看，您知道吗？双北是一个非常大的摇摆都市，尤其是台北市摇摆指数最高。好，2020都还没到呢，但台北市长柯文哲首度松口表态，没有意外的话2024会选总统。而柯文哲的心腹蔡壁如呢，受访的时候说，跟柯董亲民党三方不要讲说是合作，而是各自努力，听起来像是划开了距离。好，继续呢，继续财经的话题来关注，香港反送中抗争到现在延烧至今，严重的影响了整个香港的经济，有谁呢能够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呢？来看看。韩国瑜身边这位国安局随扈最近呢被热烈讨论，他外形帅气，五官深邃立体，还被封为是特勤吴彦祖。